我想邀请另外一位呢，就给大家听，因为现在人类过去三年，很多人类是不是遇到了一点身体的状况，有没有？环境也好，天气也好，空气也好，或者是整个大环境啊、哦，那人类现在需要什么？那我们呢，今天非常的幸运呢，请到了一位呢，也是一个 wellness expert， 这位医生呢，他是当了多年的心脏外科医生，而且呢，我要用中文的来念一下哦 ，because， 我要看我才会念啊、哦，等一下下啊、哦，这位医生呢是多年的心脏外科医生，药业渊。药业烟剂文业高管 ，OK， but anyway， 最重要是他自己拥有自己的医疗器械公司啊、哦。从一位医生来说，心脏外科医生厉不厉害？厉害 ，heart surgeon 啊、哦。而且呢，他对这个人的powerhouse 在这里，在心里面啊，他心脏外科医生，而且呢，他对健康食品呢跟科技非常敏感，因为他自己过去也是开自己的工厂嘛，所以他们自己的事业嘛。那这样子的话呢，他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呢，他跟我们讲这人类的这现在这个大健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也讲这个新平台咱们的产品的一个科技跟一些产品的简单的介绍，然后我再回来。那请大家呢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肖医生 ，Thank you, Dr. Shaw。谢谢各位 Kim 老师。非常感谢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最近的一点体会。没错，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我跟60岁也只差一个小手指。对，对，还比较老是吧 ？OK， 关键是更好的时候来了。更好的机遇来了。那么今天怎么讲，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大家介绍一点这个新的情况，尤其是新平台的一些信息。如果方便的话，大家可不可以把灯关一下，因为这前面比较亮。没错，就像刚才Kim 老师提醒大家的一样，就是说现代人真的有保健的必要吗？就我们每天生活得很好啊，住得好吃得好，可是其实不然。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统计学的数据，这些大数据的时代，我们必须跟大数据的结果来参考。这是几年前的中国大陆的一个官方发布的数据，这个数据其实比较眼花缭乱，大家看得清楚的话，几个重点就可以了，就是说至少有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超重，胖子，有上将近5亿，也就是将近一半的人口，全中国那么多人口，将近一半的人都有心血管病。没错，而且癌症的发生率每年都要增加几百万。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里完全一个癌症恶性肿瘤的患者都没有的情况非常少见了，十几年前几十年前几乎看不到一个癌症患者，有上亿人呢都是糖尿病状态，大概有40%的人都是死于心血管病。中国如此，美国也没好到哪里去。你看，每40秒就有一个人中风或者是这个心梗倒下，66秒就会有一个海默氏综合症，也就是一个老人不认识自己的孩子了。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大量的数据都是触目惊心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想说，一个有限的家庭在男性医生获得恶性肿瘤的机会超过42%。42%，不是42%，一个女性有将近37%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像国内的一些大的家庭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过去还是一胎化，那么也就是八口之家的话，发生癌症的比例是超一个家庭里超过90%。一个家庭，一个大家庭有90%的可能，至少有一个癌症患者，这就是现实。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强调一些营养素的补充，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吃进去营养素不够了，排出去的消耗掉的营养素过多了，进去不够，出去太多，所以整个就是一个负平衡。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原因，包括环境啊，包括这个污染的饮食结构啊，尤其是食物的本质有变化。怎么讲呀？
其实现在的食物都是速成的，我们小的时候吃黄瓜，你看一根黄瓜掰开那个清香味儿，这个我估计走廊有人掰个黄瓜这屋里都能闻到。现在你在这屋里切一盘黄瓜，你能不能闻到清香味儿都不好说。西红柿的含钙量已经是十年前的十分之一，植物如此，动物也如此，鸡大概是生存32天到38天就杀了，连母鸡连公鸡都没见过啊，很悲惨。猪呢基本上120天到138天出栏了。什么叫出栏？也是被变成猪肉了，就这么简单。那常常的有人说，哎呦，不要吃那些东西，吃食物就行了。你看看现在的食物就是这个状态，我们每天吃的就是这个状态。那么在这个现实的情况下，是国内呢也好，其实我在美国也接触一些医生，大概的他们的说法，我本人也是医科大学毕业的啊，我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但是我们都清楚，一个临床医生在医科大学的整个的培训的过程中，真正接触营养学的非常少，基本学的一点点一点点，所以医生是医病的，不是医健康的，他对营养学没有过学习，甚至没有过研究。那多数的时候医生告诉你，哎，不要吃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实际呢，等他脱了白大衣，或者某一天他自己也发生状况的时候，我的同学里有大把的有 cancer 的，对，马上态度就变了，马上说法就变了，哎呀，你告诉我有什么好东西吗？真的有用吗？有没有用？我也要试一试。这就是奇怪的一个变化，其实对别人是一码事，临到自己头上就是另一码事。很多时候啊，骨科医生说，哎呀，你都骨折了，你就煮多一点骨头汤，炖骨头汤喝，就一定补钙啊。老年人补钙怎么补钙？炖骨头汤能补钙吗？是吧？不能。为什么？这个一碗骨头汤的，因为猪肉就是那样，现在一个成分已经降到很低，骨头汤的一碗标准碗的量只有2毫克，而一个成人一天需要的是800到1000毫克，也就是说你一天要喝400到500碗才能够一天的基础量，我们连40碗也喝不下去，别说400碗了，对吧？所以说这就是现实。但是很多人说，哦，环境不好啊，我吃的不好，我吃的好一点，我买的好一点的东西行了吧？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的食物来源还是确定的一个途径，它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土地上产生的，这就是事实。所以很多人说，哦，那我遗传不好，我要这个那个，我医疗条件好一点，我要改善一些啊，我去 VIP 的医院呐、啊、VIP 的治疗啊、服务啊。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那些，最重要的就是生活的方式和习惯。总的大数据，它占人的健康程度占60%以上。这个就是细胞缺乏和不缺乏营养的一个概念，因为人体是细胞组成的。所以在临床的过程中，太多的时候医生就是对于疾病产生效果，它是治疗疾病、改善疾病的状态、延缓疾病的发展，但不是恢复亚健康和保证你的健康，这完全两回事。而健康的部分只能靠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因为医生不管那一部分工作，所以你的健康跟是否病治好了完全没有相同的概念。很多人了解说，哦，到医生那儿我可以诊断和治疗，其实真正的医疗完整的步骤有5个，就是预防、保健、诊断、治疗和康复。中间的诊断治疗是医生和医院里完成的，但是最上面的预防、保健和最后的康复有太多的工作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这是一个现实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得不去作为普通消费者也好，还是作为业务的经营者和事业的这个分享者，我们太多的时候需要去找非常靠得住的平台，目的是非常靠得住的产品，这既有造福于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也要造福于自己所爱的人和自己的合作伙伴。那么归到今天的话题，我来说说我对这个平台税公司的认知。他们公司呢，就是说对于整个的原料的成分的使用上超出了常规的公司，它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人类的整个的植物的范围只有60万种，研究过的只有5%。
可是他们公司的这个首席科学家带队的超出了研究这个范围，而且你找到一个不错的新的材料是一方面，还要有更重要的就是把这些材料跟以往的使用上能不能结合，这个整合不是一起放到一个锅里煮一煮喝就是完了，这个不是那个概念，那样的话谁都可以做，对吧？可是前面的健康数据，不健康的人没完没了的增加，所以关键再好的东西要吸收，如果吸收不到位，那不过就是穿肠而过，其他的效果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如何进入人体，有人说哦，我吃到嘴了，我买了好产品就 OK 了，不是那么简单。产品好不好，不仅是从嘴里能不能进去，核心也不是进入消化道吸收入血液，关键是把这个营养要送到你需要的细胞，而且要进到细胞里边，这个就大有说道。因为什么？细胞很不容易进，这就是一个细胞的一个细胞的示意图。我们人身上每天诸位至少有2000到4000个这样的小东西叛变于你，什么意思？每天至少有2000到4000个已经恶变，我们人身上每天都有恶变的细胞，只是它没有发作，因为你的一个系统把它干掉了，把它发现了。那么回到头来，一个细胞这样的话，它为什么进不去？核心怎么进去？关键就是在这里，就是细胞壁的结构，也就是前边的那个这个亮点太不够了哈，前边的这个蓝色的壳呀，这个壳的牢固度非常好，这个壳放大了就是这样一个双脂质分子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很多东西根本过不去，要么过去了出不来回不来都不行。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新平台的关注点就在这里，就是说通过脂质体技术、佐剂和酶的这个三大技术的整合，关键的问题被解决了，就是吸收的问题，那么吸收才能利用。给大家简单提几句，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不能太多的展开。脂质体技术非常简单，其实十几年前已经开始有尝试，现在的一些公司的某个产品的一个成分用脂质体技术，其实脂质体技术干嘛，就是说把你那个有需要的成分放在那个小球里，这不是细胞啊，这是脂质体，放在脂质体的里边，或者放在两层绿的中间，或者放在里边那个绿环的里边，蓝色的部分就是放的。OK， 亲水的部分是放在里头，亲油脂的部分放在两个绿层之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个结构，它把有效的成分可以送到细胞里边，因为它的这两层绿的结构跟前边的这个细胞壁的结构基本一致，它随时可以融合到一起，这就是它的技术的基本要点。我们不需要做技术性研究，我们更多的就是一个了解，而这种分享让大家听得懂就行。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大家听不懂的专家，我希望成为一个大家互相能交流的朋友。所以脂质体的技术在这里是在这个公司有一个非常多的应用，有多产品多成分，甚至是一个产品的主打不止一个成分放在一个脂质体里，这个技术就非常难了。一个脂质体里放一个成分是可以做到的，还比较容易，但是几个成分甚至整个一个组合都放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这个是做制剂工艺和生物工程的人懂，我也不懂，我也是学了之后才惊讶，原来这么了不起，原来我们吃的东西有这么大的差别，这就是一个基础的底层逻辑的区别，全在这个一个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我特别强调一点，这个首席科学家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生物化学的专业研究学者，不是一个临床医生做点业余时间的开发产品的那个概念。我不是针对某一个公司的某些专家，但我想说，一个纯粹的科学家去开发研究产品，和一个类似于我的这个内科医生啊，这个美容科医生啊，外科医生啊，然后业余时间是搞一点产品的开发，你想想这个层面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吧？所以呢，
丹博士在这里作为一个首席科学家，这个公司有一个基本的方向，技术方向高度的把控，而且关键他还有一堆这种头衔的，这全是 MD。 MD 和常规的 Doctor 是不一样的， MD 在所有英文系统里是不太容易拿到的，就是你是 MD 是 Doctor 里的与博士里的相当高的一个 level。 而这里边不仅是单任是一个科学家，他不是 MD， 但是后边的做备份的背书的这些科学家大不一样。我这里特别想提，他有急诊科的，有抢救方面的，有这个疼痛科的，有自然疗法的。最有意思的是，左下角居然是全美前九的做手术的眼科医生。这种大牌的医生，一不缺钱，二不缺名，没有必要随便你给我点什么我就给你背书，是不可能的，想都不要想。而这种人能够在这种科学家的顾问委员会里，在这个公司，他的存在不是个话题。左边下一排的第二个这个女士，居然她制定的很多的医疗政策可以影响美国空军50万军事人员，这都不是钱能解决的。我想说的是，不是企业花钱就能解决的。我们常常有句话，哎呀，钱能解决的都不是事儿，这里就是事儿。所以呢，我不想展开的说，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里边的技术含量不是简单的说一说。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初期，尽管只有六个产品，这六个方向上，我只是想重点的给大家提一提。第一个Vitality，大家很容易看到，很多人已经吃过了，是吧？这个小袋袋 ，OK， 纸盒很一般，背面开口很漂亮，很方便。实际小袋袋我打开的第一次验的感觉，我感觉挺漂亮的，说实话，而且比较方便。这个不重要，它长得好看不重要，我们需要它好用，对吧？你看里边的四颗的胶囊，这个大小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我们很熟悉的前平台的一些产品，颗粒大不大？一次你方不方便吃？尤其是女生方不方便吃？而这个大小就不一样。还有，她一天吃一次，一次一袋解决了。每天的很大部分的这个营养素都解决的，而不是早一下晚一下，要么是忘了早上，要么忘了晚上，然后壳还挺大。哎，我不想对比着说，但是我们了解产品的话不得不对比。我们买车买衣服一样，产品也是一样，吃到嘴里嘛。核心这个产品怎么抓要点，我更提速一点哈。这个产品的要点，我所有的产品我都是看成分的，我不看厂家的介绍。我们是使用者，是代理商，我们不是厂方的人员，我不需要替他上赞格，但是我认可的情况下，那我的认知和分享是不一样的。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叶绿素。它不仅叶绿素干嘛，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一个图片。叶绿素可以有一系列的作用，它先把你的整个的毒素清清干净，你的房间没打扫干净，人怎么搬进去住呢？对吧？所有的垃圾清掉，垃圾有人说排毒，排毒什么叫排毒？太多的人不知道什么叫排毒。我们每天生活吃进去的东西都要有一些废物，代谢不了的、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要排出去，那就是所谓百姓口里说的排毒。而这些东西有很多东西是出不去的，日积月累发生在你身上，日积月累长在脸上、身上这里那里，太多的问题。所以呢，叶绿素最重要的，首先把毒素清理，把环境打扫干净，然后呢，才是第二部分的这个浆果，它是多酚类的，改善细胞的整个的氧化的作用，这是给一个基础，就是打扫环境之后，把这个房间里再收拾更好一点，哪里油漆坏了补一补，是吧？打个比方啊，我希望通俗的讲这些问题。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肠道才是吸收一切的地方，那肠道环境是不是 OK 的？所以让消化酶啊这些这个益生菌呢，在肠道把环境保证好，这个时候才有最一些营养素进去了。而专利四才是所谓的营养素，72种。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一些曾经熟悉的产品，也是70种70多种，其实这些东西是差不多的，成分差不多，但我告诉你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什么地方？就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有很多是天然的吗？不是，因为天然的比较贵。其实人工合成的从效果上讲跟天然的是差不多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该讲这个话哈，摩赛迪和 Toyota 是不是不一样的？都能开，
都能送你去另一个地方。OK， 天然的，有些人说 OK， 天然的也挺好啊，我也天天买的都是天然的，不可能。我告诉你 ，Costco 太多的很多店啊，我不谈产品，不谈名字，都是人工合成的。为什么我们熟悉的一个品牌，我们吃了之后排尿分分钟的，大概也就吃了之后15分钟嘛，你的尿马上变得非常黄，而且味儿挺大，而且还有泡沫，这些细节作为临床医生我是观察到的，可能很多消费者不太注意。我告诉你，这就是合成的代谢的快，代谢的快意思就是说没利用差不多的已经出去了，但是天然的就不一样。所以成分和价格，价格还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贵肯定是有原因的咯。叶绿素的作用太多，我不去分开讲，没有时间，可是注重那些荧光的蓝色的字就可以了。抗氧化抗突变意味着什么？氧化和突变就是癌症，就这么简单。而这是癌症里边，你看第三条的，有它叶绿素的作用可以有50%以上的对于肝癌的一个抵抗作用，50%以上。肝癌如果任何人发现肝癌，基本上你活不过6个月，就这么简单。更别说这个胰腺癌，那乔布斯不就是胰腺癌吗？是吧？而且大陆也好，我们华人群体也好，包括老美的结直肠癌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OK， 那这些作用全跟这个成分有点勾连，有什么勾连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要看细节。还有一个，这个四颗小蛋，这四颗胶囊以外还有一个黄色的小球球，这个黄色小球球就是复合的 Omega 3。 Omega 3干嘛？红字都知道，心脏啊、大脑啊、关节、眼睛啊都好，为啥好？不知道。在座的有几个是胆固醇不高的，血脂不高的？我血脂高已经高了快20年了，血脂高主要就高在很多人就是甘油三酯高，LDL 高，这个越低越好，它只要高随时就是心脏病，尤其是心绞痛心梗的发生率就直接飙升，不是上升，是飙升。 OK， 这个是越低越好，可是 Omega 3的整个复合作用就可以降低这个提高这个累计的心脏病的发生率和心脑血管病发生率就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就是那个小球球的作用，而这个小球球的提取都是有一些背景的，我不去展开说。所以还有一点啊，我提醒大家，这是我家的红圈，这是产品的这个盒子包装上的部分，产品厂家的宣传单、厂家的网页都可以把产品写的天花乱坠，但是盒子是不敢随便乱写的，因为盒子是都要相关部门备案的，这是要法律依据的。而盒子上它居然用过，这是硬性翻译的，不准确，但是专利四个词是没错的，就是说它所有的成分都是专利。那么等一下我再说专利的概念，顺便说一句，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一天一次，一个月只有，这个是会员价的一个消费，早一次晚一次就是2份，而价格也就是不一样的了。我不去做更多的对比，说说这个胶原蛋白几个主要产品，我提一下啊。胶原蛋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实际科学家也讲过啊，丹博士讲过好多次了。可是胶原蛋白怎么来理解？每一袋里边有5颗的方便我们吸收利用的蛋白，如果吸收不了利用不了，你就是相当于吃8锅炖的好的猪脚也没用，不过是油脂。OK， 吃太多的猪皮、猪皮冻，说这就是补充胶原蛋白，没错。但是是你能吸收的吗？都能利用吗？不知道。而且水解，它那个5克海洋的胶原蛋白这就不同，而且它做成水解和微粉化。第二项那个，水解角质的胶原蛋白，这个是对于指甲、头发啊，男生可能不需要注意，但是女生没有不注意指甲和头发的，是吧？那么它的作用都 OK， 非常有好处的一些成分，包括下面的透明质酸，也就是有人说的玻尿酸，巴不得这里扎一下那里扎一下，注意点。为什么注意点呢？扎一下还注意点，还是吃一下简单的？当然吃一下简单了。顺便说一句，你扎一下那地方有没有卫生医疗部门的许可的执照你都不知道，很多时候是没有。我太清楚这一点，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干这个的，我不佩服他们这种做法。那么这些蛋白可以吸收的这个蛋白那个蛋白吸进去了之后，
它是碎片，到你的身体里不见得很有用，因为很容易就从消化道排掉了。但是由这种成分可以让这些碎片重新组合到你的脸蛋上，你的三维上，可以成为胶原蛋白的真正的重组的再次成为胶原蛋白，而不是碎片。所以这是区别很大很大的地方。有人说，哎呀，那个厂家说那个就吃十天一盒，十天就一天一袋，一共十袋，我吃十天就行了，后面吃不吃？干嘛不吃？我吃了三天我都有感觉，我只是不太愿意说自己的体会。其实我跟 Kim 老师小一点点尽管生意上和财富上比他小很点好几点点，但是年龄上真的就小一点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看自己的年龄、心态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胶原蛋白还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基础保障、物质保障嘛。所以很多时候你吃的多一点，只要消化吸收没问题的话，是可以更好的利用的。厂家的技术理论指导的是最低使用量，他不会建议你最高，没有天花板。所以很多时候我个人觉得这连续吃，甚至一天吃个一两袋都没问题，当然你的消化系统没有问题的情况下Eternal 值得提的这个产品的最重要，大家说这又是一个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嘛，我们熟悉啊，你熟悉脂质体白藜芦醇吗？你熟悉里面有200毫克的白藜芦醇吗？对吧？所以呢，这些过程都是大不一样的。可是这里不仅有白藜芦醇，我还是愿意看成分表。白藜芦醇是脂质体的，那就大不一样，而且是足的200毫克，而谷胱甘肽的氧化作用早已经被人家认可。在你吃白藜芦醇的时候，里边居然还有海洋的胶原蛋白，这不更好吗？这可不是吃一个产品呢，这已经吃第二个产品的两个组合了。然后这个跟前面的白藜芦醇本来就是配合的，这个是常用的手法，没所谓。可是 CQ10 呢， CQ10 是非常好的一个能量的提供。 CQ10 后面有一张图表也会说它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能量，而且尤其是在心脏类的，我是心外科医生心脏类的东西我很敏感我妈妈80多岁了，他不懂这些，他就说说吃了西后时我感觉心跳有劲了，就这么简单，有没有劲吃了就知道了。所以这一个成分一个产品里头有一堆其他的，远远不是一个白藜芦醇的概念这个是CQ10 这个作用。你看看那些蓝字，哪个字不是你喜欢的，哪个字不是你害怕的，既爱又恨，人就是这样矛盾。谷胱甘肽呢，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过去没太注意，尽管我上医科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玩意儿，但是真正这样这个生产利用开发的太少见了。可是这种效果呢非常有意思，什么有意思，你缺的时候就来毛病了，是吧？底下非常简单，自由基是什么？自由基泛滥就是奔癌症去了，就这么简单。太多的心脑血管病都是自由基过量的一个破坏的基础。所以这个 Eternal 的它的成分有三个全技术，这个公司的全技术在 Eternal 里体现，而它的效果整个是常规量的本身就是4到5倍，况且它是足量的200毫克。我这里不得不做一个计算，也就是这个 Eternal 的两袋的使用，也就是一个月两盒，会员价也不过就是2个130块嘛，对吧？2个130块，但它的实际价值相当于吃了我们以前熟悉的白藜芦醇产品的8到10袋。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肿瘤患者我们知道的过去的平台才吃6到7袋一天，你已经吃8到10袋了，那个生物利用度的效果，你说对于心脑血管病对于肿瘤细胞它会有多大的作用？这个就显而易见的，而使用的钱只有1/4，或者是最多也就是1/2，因为现在有些平台有它的特殊的做法，常常是二送二，天天的走产品低价倾销的路线。而这种东西即使在二送二的情况下，我们这样做还是它的50%的一个消费使用。所以这些东西钱是一方面，加上还有太多的，又是美白又是胶原蛋白又是 CQ10 这几个东西的复合成分，远远不是一个常规的白藜芦醇的概念后边的产品简单提一下这个排毒的，排什么毒，哪里能排，从我们医学人员都是这样，上口、下口、前口、后口 OK 上面嘴鼻子就是呼吸嘛嘴就是
对，消化道相连嘛，啊，结肠啊都是往下走的嘛，然后这是水的排泄途径嘛，啊，这是表皮的汗呐、啊，各方面都是，皮肤是人体最大器官，最大的排泄器官，也是最大的交换器官，包括呼吸也，皮肤也有呼吸作用的，所以这些地方的排毒不太好做到，有很多的产品排毒就是什么，就是让你腹泻，或者让你没完没了的尿。尿的量大了，尿的眼都凹了，脸都开始缩水抽抽了，其实什么就是脱水，拉肚子和脱水性的这个排毒是对人体有巨大伤害的。具体我们不讲那些东西啊，所以说它如何能够非常好的使这些排毒，所以它里面主要是靠这个，而这个的成分那么多，我没法细致展开讲。而这个富里酸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富里酸的作用让我吃惊，原来我没注意过这个成分，说实话它非常让我吃惊。所以在富里酸的情况下，然后最厉害的就是它居然是蓝绿色的壳子，这个壳子可不是涂了点颜色就完了，这个壳子是叶绿素，叶绿素前面已经讲了大叔特殊了叶绿素的好处，在他把它做成壳子，他又附加了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说绝不是物理这个富里酸和前面几个成分的合集就完了，它又包括了叶绿素进去，而且还有脂质体系数在里面，所以这个产品又是一个专利的，这个所有的产品每个上边的包装盒上都打了专利的，这代表了什么？一，别人轻易模仿不了，也就不至于有山寨货。第二，我们作为代理商的话，轻易我们打下来的市场不会被跟风的公司和产品抢夺你的市场，这是我作为代理商更看重的一点。包括这个成分又值得注意，你看它又有姜黄，我们熟悉有些公司的有些产品的姜黄吧， OK， 你还熟悉有些公司的水果提取物吧，啊，白藜芦醇啊，青花素啊， OK， 它放在一起了，然后呢再加上沙棘果，大家还记不记得沙棘果？沙棘果我们有曾经很熟悉来的，实际被某些公司大叔特殊为刺激干细胞的大啊更好的分泌和生长，所以你吃了这一个产品，它有几个成分在里边，它相当于你吃了三个产品在里边，所以都不要孤立的看，也不是看成分表看名字那么简单，包括这个不去展开讲，因为这个正在申报专利，我也得不到更多的资料，也就是说人在尤其后疫情时代，有些人已经阳过了，很侥幸，我到现在还没阳过，尽管我属阳的，可是阳了的人有啥感觉，我只能听人家说，有太多的我的朋友告诉我，哎呀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哎呀，也有太多的医生告诉我，你知道就得了，反正阳了的话就跟阳了是不没阳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就是我说不能恢复吗，百分百吗，但是哪有百分百的事儿，我细细想想也是啊，所以这个它能起到的作用，如何阻断肠道的里边的一些不好细菌的互相的包括病毒的一些交流，尤其是细菌为主，而且是又是脂质体技术，而且又有纳米银的技术，这些都是现在养生保健品界，我指的是大陆的范围内啊，我对那块市场比较熟悉，有大量的产品在这方面打开发打转转，但还没有成型，这边已经有相当成熟的上市了，所以我们的技术领先性是大不一样的，又是一堆的专利，一要看到专利就非常开心，而且它的金额又不高，所以这六大产品在不同的角度给人了一个全面的防护，既有基础的部分，又有解决你免疫力的部分，又有解决你看家护院的已经叛变的坏的细胞，它通过 Eternal 给你修好，不够的营养通过 Vitality 给你补充到每天，然后呢还有皮肤啊，尤其是脸皮啊，身体啊，胶原蛋白的不够，胶原蛋白不仅是表皮啊，不仅是脸蛋，还有大量的关节，每个人为什么年纪大了关节就不好用了啊，胳膊腿不灵活了，实际就是软骨面的营养差了，而软骨面就是胶原蛋白啊，大部分的都是胶原蛋白，所以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而也这个综合的要从不同的角度给予足量的使用，我个人常常超量使用，当然我也比较偷懒，一天一次就吃了，每天早上免得忘，一次吃完了算了。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 PDR 手册， PDR 手册大家去查一下就知道它的政治地位，实际来说美国医生的临床药物指导手册这个玩意儿
我相信不是产品想进就能进的，我相信这一点。你去查一查 PDR 的网官网，只要输入 three 这个字，六个产品全跳出来，全已经通过了。可是我们熟悉很多公司，很多产品，去查公司查产品全都不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 PDR 很不值得的考虑吗？还是 PDR 只是医生注意，大家不注意呢？那医生都认可了，大家认不认可呢？就这么简单。所以 PDR 是什么？其实每个角度，不同的包装，不同的成分，不同的价值，有不同的感受，可是合在一起让大家的感受最好。还是那句话，产品只是个基础，平台只是个保障，而系统，尤其是这个销售平台的灵魂人物，尤其是灵魂人物带领的大家，我们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祝大家每一天开始新的征程，谢谢诸位。谢谢，要不要再给肖医生一个再鼓掌好不好？非常感谢，哇，专业，大家有没有赚到啊？你看，又听了创业家、企业家的分享，也听到这个这么优秀的肖博士医生的分享啊。那这样子吧，因为呢，我相信我们由于很多伙伴大概几个星期一个月之前开始收到产品啊。那我知道会场呢有几位呢，他们想跟大家分享他用产品的一个效果啊。那在我邀请他们上来之前呢，我要 make 一个 disclaimer 啊，我们的是个健康的产品，不是一个药啊。所以呢，我们这些分享呢，我们没有 diagnose。也没有去 treat 任何的 disease 哦，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大家知道这是他们个人的一个分享啊。所以呢，我想先邀请的第一位呢，他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产品啊。那这样子吧，我们第一位呢，邀请我们的彭丽女士啊，彭丽来分享一下，大家鼓掌一下，哇，很漂亮的彭丽啊，来，请来，哇，穿的那么漂亮啊，好，彭丽女士你好，我要戴一下才能看到别人。我本人姓彭明丽，就是你们大陆的习大大的那个彭丽媛嘛，把那个元气的就记住我了。我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今天是要到教会去跟神报道的，结果呢，他考虑姐妹邀请我来这边，给大家做个见证，所以就跟神请了假。啊，今天就希望，把我吃产品的心得，还有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行业的跟大家说一说。我本身就是体质很差的一位，我在我好像20-30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小店嘛，然后一个老太太就走进来跟我买那个咖啡跟那个甜甜圈，然后说，哎，谁送你过来？她说没有啊，我自己开车。我说你年纪多大了？她说104岁。我说啊，然后就静下。我说那么你告诉我你每天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健康？他说他每天吃了17颗大大小小不同的保健品。那么我就开始去吃了一点维他命，结果我吃完就头痛，然后第二天他来买，我说咦，你说你吃17颗，我再吃一颗就头痛，就吃止痛药不痛，明天再试。到现在呢，我也可以吃跟他一样10几颗，但是你现在我比刚才那几位专家还是领导啊，我是比你们大好多岁，我的儿子42岁，43岁吧，女儿是，我有5个孙子。但是很不幸，先生，今天我先生不能来参加，为什么呢？每次我有好的产品，就分享给他嘛，结果他说，哎呀，你去介绍别人吧，这个东西又贵。我说现在不是便宜跟贵的问题，我是要你跟我一起可以活到120岁。结果他不听话嘛，现在他是住在疗养院养老。好吧，好的东西分享你又不喜欢，所以我就一直自己吃。所以我现在是2012年就退休了嘛。为什么这次呢能够这么快就接受产品呢？第一，我很喜欢产品。你看我的头发走气气，很多人问，哎呀，彭丽啊，你的假发去哪里买？我说看是不是假发吗？啊，然后你看我昨天还烫指甲，反正我一天就现在是退休了嘛。2012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朋友跟我介绍一个产品，但是呢，我觉得位置很重要，我都没有事，哎呀，就经常产品的问，只要有人跟我说产品，我就那个我的闺蜜令啊，她才跟我讲3分钟，我说不要浪费跟我讲什么产品什么，
先帮我下一个大单，然后等我收到产品，我要先试一下。但是刚开始是3月23号，我还跟那 Kim 在拍了个照，结果我抽完产品，就是到3月底我才抽到产品。但是呢，我就本来我是有血糖靠边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卖咖啡多了，就吃啊，就吃了就血糖靠边，医生就给我吃那个处方药，还挺贵的，3个月4000多块。但是我订完产品以后呢，我就开始吃，本来我的糖是早上我都量一下166，结果吃完以后第二天一量啊144，再吃呢122，就一直掉到108，而且我也不戒口啊，平常就是很喜欢吃米饭，然后后来呢我也没戒口，就是爱吃什么吃什么，产品照吃，但是我是照它里面那个6种嘛，刚才那个心脏科不是解释了吗，我是不研究，我就自己单独去吃吧。因为我们的身体很聪明，因为神叫我们身体哈，我们可以容量，就是好的东西呢它就会吸收，像你去 Costco 买虽然便宜一点，但是你吞到肚子里去身体不会吸收啊，而且还没有排到。所以现在我每天呢也没干什么，就吃产品，每天早上起床呢就每一包。您吃哪一套产品啊？6套一起。6套一起。对，我起床的时候就是那个平平的3颗一手吞下去。OK。然后呢，就那个包包的时候呢，我不是有那个打那个豆浆机吗？啊。然后就把它，因为那豆浆是淡淡没味道嘛，我就把这一包挤下去，然后就吃。然后到现在我都没吃早餐啊。我通常不吃早餐的，太棒了。因为我其实正常啊，为什么美国的产品就是刚才你讲那个蔬菜水果，你吃的越多哈，不好意思被那个厂商知道，你死的越快，然后你怎么死你也不知道。因为我有一个姐妹哈，她就每天买蔬菜打果汁，打了半年以后呢，去医生一看，她说：“哎，你得了白血病。”开玩笑，我每天都吃这么多蔬菜，为什么会白血病？现在我也自己知道了，因为我现在不能吃 market 的菜，我能吃这些产品。为什么？没有农药。我以前不知道，我买那个四季豆回到家，我的狗狗就很喜欢吃嘛。结果我去那个夏威夷超市上买，很长很大，结果那狗狗就不吃。我奇怪，同样是长狗，怎么不吃？那个狗狗它闻到里面有农药啊，我就不知道了，还浪费，我就煮来吃，结果那就。整天头脑就是痛到我都快，我说跟我姐姐说不行了，就这可能没命了。后来吃止痛药以后说，哎，来等一下再吃多一颗吧。结果出来呕吐，把所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吐出来，然后头马上不痛。所以到现在我的那个脖子痛，不是我的吃吗？是很好的吃，一直被人家碰屁股，结果颈椎也痛，我就。发现那个黄色的那个对、嗯、最近我的脖子也没痛了。哇，反正呢我就先生就现身说法吧。第一，位置要站住，东西不贵，很多人哎呀几千块钱太贵，我还买了一整套送给我媳妇。为什么呢？我媳妇她是一个营养学家，然后我寄到整套以后，她看完以后啊，她就知道哦，有人要我什么要我停了呢啊，然后我不，没事啊，没有，我就讲最好了。就是我的媳妇呢，营养学家，我寄去的我的孙子都是10岁、8岁、7岁，但是我媳妇她会看这些里面的那个说明啊，她觉得好，她就给她孩子一起吃嘛。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谢谢您，谢谢哦，保重保重，谢谢，哇，太棒的分享了啊、哦！那下一位呢，我想邀请也是洛杉矶的我们的伙伴们哦，邀请我们的 Rita Panza 来分享一下他用产品的一个效果啊、哦。好的，来 Rita come on up、yeah. 谢谢 Rita。 Thank you Kim， 谢谢我这个产品也是真的是用的蛮不错，我其实用这个保健品从1999年吧，用到现在，很多很多很多我都用过。那么，但是我可以说，这个公司产品我是真的是觉得是反应最快最快的。OK， 那么我都是买了很多产品，每天都吃。但是我要分享就是一个 collagen， 因为 collagen 我的皮肤还算不错，但是年纪大了嘛，对不对？那我才发现用 collagen， 我才去 Google 才知道我们人呢、啊，30岁这个 collagen 就开始消失了 ，OK，start losing it， 然后40岁呢就已经。
25% 已经都没有了，很可怕哈。所以呢，我用这个 collagen 的时候呢，我就拍了照，但是我那个拍照呢，我不 share， because 我没有化妆，真的是很难看哈。所以我一直这个地方呢，在这个这个 between 我这个眼这个 eyebrow 跟这个眼睛当中呢，有几不是皱纹呢、哦，是像几个 track 一个杠 ，OK， 很深的这边，很深的这边几条。然后呢，有些地方呢，就好像真的是有点凹进去一样的。那我就知道这个是因为你这个底层下面皮肤下面的一个 structure 跟那个 support， 就是那个结构上结构已经不行了，所以它就有点凹进去，非常明显的。那朋友每天看我都看不出来，但是我用了大概就是低盒啊，用低盒好一点点。那我就没有等到20天，就是刚才这位医生说，哎。可以一直不用停，对不对？那我就不要停了，我就回去每天吃。那我就第13天、第14天，我就开第二盒来吃。吃3、4天，我再看，我这哎，怎么这里你看现在这边全都平了，你知道吗？都没有了。It's amazing， 真的是太棒了。还有这个 collagen 呢，我再分享一个，就是说，冬天呢，我睡觉是穿一个thermal underwear， 是黑色的，在英国买的。非常薄非常舒服的，那么我穿那个再穿那个睡衣，那每天早上起来脱了以后呢是黑色的嘛，里面这个 inside 哦全都是那个皮肤的那个 flakes 就是那种像个 powder 一样，全是满满的 OK， 所以我把它反过来在那个 bathtub 要抖很可怕，然后呢再丢去洗。但是呢我用了这个 collagen 用了大概是 I don't know 第八天第九天，哎，我脱了以后怎么好像是少了这么多呢？非常明显的。那我现在呢用了第二盒已经4天了，早上起来完全没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真的是这个胶原蛋白这个进步真的很大，皮肤指甲头发都是。所以我觉得人呢，女人也是要漂亮，但是我觉得不是只是要漂亮，我们有这个责任呢，有个 self respect look our best right。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用这个 collagen， OK， 谢谢。谢谢，谢谢，哇，你很多头发哟， lots of hair， perfect 啊。来，那第三位呢，我想邀请来分享的，就是也是洛杉矶的Kelly， 请 Kelly 上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Kelly 在吗？在。好， Kelly， Kelly 太棒了，哦，美丽的 Kelly 啊，来，小心啊，小心啊。谢谢。我是 Kelly， 我今天主要分享的就是 Revive。因为我一直有这个腰痛的毛病，所以我以前是老师，所以我知道要做什么东西都要做一个好学生，所以我听到这个当初听到这些产品的时候，我就非常专注这个 Revive， 那女人爱漂亮，我也非常专注这个 College， 所以我4月2号从台湾回来的时候第二天哦，我原先1年半以前因为抱我那个小孙子满月以后我的腰就开始痛了，就痛了1年半都医不好，有的时候好，有时候痛到我不能起床，直不起腰，走不动路，然后每次起床的那种时候说就是我老公我勾着他的脖子他把我拉起来，结果后来我在去年12月的时候我就去扎针，那也做过复健都没有用，我扎针连续扎了3个月有缓解一点，可是有时候一发作起来的时候就不得了了。那这次呢我3月底回台湾，回台湾的时候我还特地带了止痛药回去，就还好没有用上，然后回来4月2号回来4月3号早上就起不来了，起不来了以后也是这种情形，我先生就说赶快去扎针，就扎完针的时候那个医生说你这个太严重了，你要连续1个月都来扎，我说那只有这么办啦、啊。就回来的时候一进门我突然就看到我的那个产品还在地上，因为产品寄到的时候我不在，所以我一看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我们已经不扎针了，他说怎么你好了，我说没有，我说产品来了，有这么好的产品我干嘛要扎针，所以我要做一个试验，我说我试验看我们这个产品有多神奇，我就赶快开箱吃了2颗那个 Revive， 结果
过了两三个钟头，我通常连沙发都不能坐，坐下去就起不来，我一定要坐在吃饭桌的椅子上，这样子比较容易方便起来。然后我吃完两个钟头以后就要起来的时候，我就突然就站起来了，哎，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痛可是没有那么的痛，哎，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哎，真的我感觉到了没有那么的痛，我本来是这样子寸步难移的，我现在还可以就慢慢的走，走去上厕所，走去做事。那我因为我不在的时候，我先生他那个他在后院里头坐院子搬了重物，他就跟我说他那个肾结石的那个地方觉得有东西在那个，那我说那你也吃两颗吧，那他也吃了两颗，结果我有感觉他没有感觉，就第二天我又吃了两颗，他说没用我不吃了，我说好吧。可是到了晚上他就越来越痛，那第三天我又吃两颗，他就一直说他好痛，我说那你就再吃嘛，试试看嘛，对不对？我说又不是仙丹灵药，哎，又不，如果真是吃了立刻不痛的话，那就是止痛药，那我们反而存怀疑，但是一点一点的缓解，对不对？所以我说那你就再吃两颗试试看，他说好吧，吃完两颗，就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我就看他在弄院子，那个动作就很利索，我问他，哎，你的腰不痛了，你那边不痛了，哎，他说好像好很多了。哎，所以我们就继续吃，就他因为是比较急性的，所以他吃了几天他就现在完全好了，就没事。结果他礼拜一去上班的时候，他的一个工作伙伴是个年轻人，那一天穿了护腰，哎，护腰来，然后我先生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礼拜天的时候好像搬东西扭到腰了，非常痛。我先生中午就跑回来跟我要了一瓶那个 Revive， 就给他。结果这个我们这个小伙伴呢，他也很乖，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他这个急性的，然后我听到那个 Dr. Dan 有说过，当你严重的话你必须吃 double 量，哎，这样子缓解的才会快，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说你跟那个小伙伴说吃四粒，结果这小伙伴也很听话，他就吃四粒，第二天来拿掉了两个护腰，第三天来他就连一唯一的护腰他都想要拿掉，可是因为他说捂得太热了啊，那还结果我们还是让他穿着，他现在已经都吃了大概五六天吧，他就已经完全缓解了，今天也请他到了现场来跟我们说一下。江南哥，Hello, I'm Jonathan. So I just wanted to share my experience with the Revive product. This happened about 2 weeks ago. I hurt my back. It was pretty bad. I couldn't even use the restroom. And then David, luckily I met David and then he gave me the Revive. After about 2 or 3 days, I recovered pretty quickly. And then I hurt my back a lot. This happens a lot. And also I go to the gym and I hurt my other muscles a lot.And then I've never had a recovery that quick before. So I'm a believer. All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Jonathan. Amazing. Jonathan 呢他说就是像 Kelly 说的一样，他扭到他的腰，然后呢他吃了我们的产品以后呢，他说他过去呢从来没有吃这个产品的反应那么快啊。So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Kelly. 谢谢各位的分享哦。